念佛一生罪灭河沙，礼佛一拜福增无量。在这个时刻礼佛称佛号的这个当下呢，那些杂念呢、妄想啊、挂念呢、都会放下，所以感觉到无比的静安自在。一个善念可以与无量数的众生结下善缘，慈济圣谷爱满地联络处希望借朝山殊胜功德遍洒祝福。新移民李志雄曾经在阿罕布拉高中领取慈济发放的食物，自此常带着女儿李思琪参加志工活动，生活就像朝山一步步的稳定。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多小时，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外面有点冷，但是坐起来之后慢慢就很热，大家的热情都很高。2019年是慈济在美国30周年，三十而立，善念善行也要持续宽阔与深耕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叶宗真、陈修文、郑元霄美国报道。